好，各位朋友，我现在人在滨江市场这边哦，我刚到，现在是11:21啊、哦。那今天呢是这个周间探奖的第一天啊、哦。那我早上看了一下啊、哦，目前周间探奖的第一标一样是45趟啊、哦，所以我三天要拼出一天要拼15趟啊、哦，这样子。好、哦，那才刚到。这个 Uber 工会呢，就马上这个派单给我啦。好、哦，那目前的这个啊，好、哦，就刚看了一下这个单哦，就是 Pizza Hut 啊、哦，那送2.1公里哦呵呵，哇，第一单就有点濒临崩溃哦，这样。那因为我其实哈、哦、就是要冲这个烫奖啊，所以那我是。就是尽量不要跑了哦，就是什么啊，2.5公里以上了，我会尽量拒接哦，这样我就希望能够都冲短单啦啊、哦，因为我希望赶快把这个烫奖给它完成哦，这样子。好啦，废话不多说，我现在要去 Pizza Hut 了啊、哦、，Pizza Hut 也是好朋友，啊、哦，平常哦，要多跟好朋友建立好关系，这样好、哦，那你这个好朋友的单哦，自然而然就会比较啊，就是啊比较多一点哦，这样。而我自己个人觉得啦，然、哦、后这样子不一定正确啦啊，只是我自己在跑的时候，我是这样觉得哈、哦。好啦，不啰嗦啦，各位朋友，那客户请的可乐，先拿到一瓶客户请的可乐啊，不过我现在不能喝，我要先把它放起来。因为我还有麦当劳要送。好、啊，各位朋友，刚刚呢，我在这个富北南京东这边哈、哦，碰到一位那个骑，就是我之前呢有跟大家推荐那台捷安特的电动小径哈、哦、那一台的。那我刚问了一下，他说他午餐骑只要就是只需要一颗电池就够了。哇，真的是超省电啊！哦，啊、果然是新科技不一样。因为我这一台呢。午餐其实就要吃到快一颗半的电哦，这样，然后有时候甚至多跑一点就两颗就不见了哦，这样子哦，所以建议各位伙伴哦，不是啦哦，就是有想要啦，不能讲建议，就是哎，假设您有想要啊、这个也骑电扶车跑这个 Uber Eats 的朋友哦，那可以参考看看哦，可以参考看看这样子。哇，各位朋友，这台很帅啊！这也是电扶车，宽胎哦。然后前这个货架可以放小包哈、哦，后货架放大箱，哇，超帅的。啊，不知道它的电池哈、哦，可以动多久哈、哦？这样，上面还有 QR code 哎，这是防盗的。这台很帅，这台很帅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目前12:45哈、哦，那我送了8趟啊。今天呢，其实我有锯掉2单哈、哦，就是那个距离比较远的啊。我要是没锯的话，可能就10趟了。不过我觉得这也很难讲，因为那距离蛮远的哈、哦、的那个最后一单哈、哦，是把我拉到仁爱路4段去。我想说，哦天哪、啊，我千万不要重蹈覆辙哈、哦，因为几次被拉到那边，然后最后往通化街跑的经验哦都很差。啊，那我现在就慢慢的再骑回那个那个叫南京东富北的那个方向，哦、啊，看 Subway 跟麦当劳会不会有单哦、啊，这样子。啊，才刚讲完，我可能那个要往那个富北麦当劳哦、啊、的方向前进啊，还没到了，我又接到一单那个天人命场，哦。那这单比较远一点，这单是2.8公里啊、那我想今天群组已经有伙伴讲哦，说这个今天中午单量不好哦，我觉得我还是不要聚好了，我还是把它接起来，免得怕哦，我今天就卡8单，哎，昏倒。哦，各位朋友，我刚在等那个天人名茶的时候哦，哎呀，不对啦，应该是想说。我刚等到天人名茶，然后那个按那个确定，然后就是一那个领餐确定钮之后，发现 Uber 夹了一单给我，而且是偷偷夹进来的。因为我刚接单的时候，我确定没有这一单，
欸，我刚刚真的只有接到天人名茶一单而已，这单又莫名其妙变进来。哦，这个 Uber 系统有的时候真的会，玩就玩这招啊。不过我现在缺单啦，这样也是 OK 啦，呵呵，我乐于接受。好，各位朋友，目前我在新生北路二段60巷的巷子口这边啊，我刚刚送完手中的一单哦，那就是第10单这样。那现在是1:16哈，这样。我想在那边等个，这边适不适合等餐呢？看一下食趟1:16，好，我决定在这边等个5分钟哦，5分钟。要是没有单的话，那我就打道回府啦，这样子哦。刚送餐的时候，送最后一单的碰到另外一位伙伴，他也送同一个客户，跟他闲聊一下，他也是今天他的单也是惨惨的哦。他也是他比我还早出来跑，但是他到今天他也才，但到现在他也才送到10单而已这样子。哦，那真的是有点糟糕哦，比我出来早一点点哦，不会早很多，但是也才10单，跟我差不多，那单量是真的少了啦。那当然有可能是因为今天礼拜二哈，那这个周间烫奖第一天大家都出来冲哈，这样，但就是啊也可以啦，因为我午餐跑个10趟也是 OK， 我晚餐再跑个10趟，这样也是20趟，也是不错啦。哦，好啦，废话不多了，那我在那边等5分钟。哦，各位朋友，等了差不多，我看一下，17、18、19、20而已。等了7分钟哦，来了一张大狗面线哦，这样啊，往中山区送可以啦，那我就把它当最后一单吧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刚去拿这个大狗面线的时候呢，啊，系统又丢了一单给我哦，这样，那我这个就很开心的跑去收了，这样啊，因为加了那一单呢，啊，就是10趟，哎，10趟吗？没有，12趟。哦，这样，那大狗面线呢，就送到这个那个中山站附近哈、哦。另外一单呢，就往大同大学附近送。哦，刚好送完回家，呵呵，哦，超顺超顺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目前我就是送完手边的最后一趟，现在要就是回家了。哦，终于。啊，今天中午真的是单量妙妙的啊，大家都有感啊。哎，我先过马路。好 ，OK。那么今天就跑了12趟。啊，午餐啊，晚餐继续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现在是4:59，快5点哦。那我刚经过这个花博公园这样子，圆山花博公园这样。那么我已经上线。今天我跑的是老地方哦，老地方。因为呢，我就是其实还是习惯了晚上要往这边走这样子啊、那比较。怎么讲呢？觉得比较能够掌握吧。哦，因为我那几天晚上跑那个沪北民权东那边哦，虽然那边的单感觉好像不错，但是会跑一些地方我不是很爱这样子。哦，可能我还是要花点时间去习惯吧。啊，我也不知道。哦，但因为我现在的心态是把这个我要冲的这个烫奖哦，就是稍微平均一点分配。那边就是说，其实当我午餐有跑到一定的量的时候，那我晚餐其实就不用拼得那么辛苦这样子。那我就会觉得那我还是来老地方这边晃一晃这样哈。啊，今天中午已经跑了12趟，那晚上的话，我就觉得我只要跑个13趟啊，应该就 OK 啊，应该就 OK 这样子。啊，那这样我就算是今天就跑了25趟这样，感觉还不错。不过其实这个就是自己分配啊，看看那个怎么样这样哦。好，
那就废话不多说。好，这边看一台这个熊猫包的这个 eQuick 啊、哦，停在这个转运站旁边。这个厂牌哦，现在在台湾他们是已经退掉了啦，这样的，他们是说他们休息这样的。哦，之前我是有想要买的，那我之前有碰到一个这个伙伴骑这台，我跟他骑来骑，哦，动力十足啊，还蛮厉害的一台车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目前我在这个双城街这边哈，这样啊，前面是晴光夜市，我刚送手边的一单来到这边，这样，那、啊、目前这个手边没单啦，呵呵，哦，刚刚我这个从上线哈，然后慢慢骑到那个哪里啊，啊，骑到民权新麦道那边，开始就一路无缝到现在啊，哇，呵呵，希望就不要停止哦，这样子。因为我才送了十趟啊，晚上送了十趟哦，无缝了十趟哦，现在是6:27哦，哇，不得了啊，今天晚上这个无缝的很欢乐。那、我还希望再接到三趟哦，再接到三趟，让我凑今天就凑到25趟啊，我就回家啊、哦，不是哦，不是6:27，是6:57哦，看错了看错，哟。哦，我们一个人躺在那边，大概是醉汉吧，哈、哦。好啦，那我现在要再回那个民权西麦当劳去看看有没有这个有没有单，哈、哦，这样子。好，好了，各位朋友，还没到这个，还没骑到麦当劳就接到胡须章的单，马上就把它接起来，这样啊，也是送进去的啦，送到双城街那边。然后刚刚骑过来的路上碰到一位伙伴哦，哇，不得了，他是骑人力的，而且是单速脚踏车，哇，骑得超快，我完全追不上他哦，在那个民权东西路跟中山北路交叉口，红那个绿灯一亮他就往前冲，哦，冲超快的，哦，很厉害很厉害，那个脚力惊人啊。好啦，废话不多说了，我要去送餐了。好的，各位朋友，这个餐点已经送到了哦。那我现在又要再慢慢的骑回这个民权西麦当劳哦，就应该是想说往那个方向骑啦，然后这样。啊，目前就还差两单哦，还差两单。好。现在要慢慢往那个方向走哦。警察。刚我在双城街那个巷子转出来的时候，有两个警察在那边被干嘛，然后我一转出去看到一位那个熊猫伙伴要逆向进来，赶快阻止他哦，免得他要收一单了、应该讲说免得他要被罚一单哦。这个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子啊，大家都是好伙伴哦，这样子大家都是赚这个平台钱哦，看到这个有一些小状况就互相帮忙啦，这样子哦，希望他能够惊险的避过。好的，我现在在民权西路站哈、哦、旁边的这个巷子里面，在那边等一下哦。这样，那我目前完成了23趟哦，就午餐加晚餐啦、啊，差两趟哦，因为我晚上是希望能够达到25趟这样子。啊、7:13，我打算在那边等个5分钟哦，看看还没有这个麦当劳。或者是这个 Sukiya 或者是其他的单哦，这样子，反正先等一下。那真的没有的话，我就再往这个金站方向前进，这样子。接到这个全联福利中心中山双连站哦，就锦溪路上那一间哦啊。不过这间全联哦有点雷，因为我呢接过这一间全联的单哦，大概接了十只手指都数得出来啊。硬要讲就是10趟哦，10趟里面有5趟都是大单，然后他们不拆单的，所以这一间有点雷这样。不过我现在缺单，所以我还是去看一看哦，这样子。哎，照道理说我应该 APP 上看就好啦。哎呀，真是蠢爆了。看一下看一下，8项哦，还好，8项
一罐鲜奶五个特台糖细沙一 kg， 然后两个奶油罐，应该还好，应该不会太重。好了，今天这一袋不，这一单不累。好了，我要过去取餐了。啊，各位朋友，我错了，那个砂糖很重哦。不过我想说算了啦，因为它静静的，我就还是给它接。哦，现在我看，刚刚看一下我那个后轮，哦，稍微有点被它这个胎压有一点有一点小小的往下压哦，这样，因为那个砂糖是真的很重。好啦，废话不多说，我要这个过这个长春路。好啦，刚刚那一单那个有点小雷的，把它送掉了。是一个那个一个 pub 的单，这样的还不错啊，意外的这个挖掘到一个感觉还不错的这个店，这样很有 feel。 好了，然后我才刚送到，又接到一单这个统一超商的，现在去取统一超商的单，这样子我就15趟了，耶、yeah!超爽的。啊，各位朋友，刚刚那个送那个刚送一单那个便利商店的单了、啊，到天津街哈、哦，然后在客户的楼下又接到一单，啊，米克下送马街这样子哈、哦，啊，当然就给他接起来喽。那、啊、因为静静的啦哈、哦，而且就对我来说也算顺路嘛，因为就往马街方向也算是回士林的方向，没有问题的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我目前在马街医院这边，我已经把手上的最后一单把它送掉了，现在7:52，也快8:00了。哦，那我就下线了，准备回家，明天继续。